应受通缉，杨家将打破天门阵。二度进火杨雪月，一刚朝廷的就恨，刚三都为君王妃，一道天子一道臣。本山杨忠宝贝的是我家出身，吴东生于永州富山沟。我家主公进到杨业，所生七子两女。我家主公号称四大令公之一，张令公、邓令公、福令公、杨令公，而是为首为德。我家主公在吴东秦州王府下做官，看到皇帝送他做少匡胤，神念至今的永安天下，所以自愿投宋。哦，一头宋到之后，朝廷有节，批准你王少杰下京五个节一当，蓄弄国敲，要劝杨家，来得杨家百夫长有州。我家弟弟也不知去向，我家主公已经被赏识。后来我家弟弟为家抬进了台风，又被王昭杰所爱，首级都要光章御节。哦，幸亏不忘出去相救，用假头假手脚骗进皇上。后来我家弟弟在地道比来，龙庭大乱，辽邦围困龙庭。我家弟弟杀进辽邦，同台就成了主家有功，从此做官，册封兵部司大元帅，长方保持了现在后者。辽邦摆了一个叫天门阵，九龙国把歌舞大乱，哦，现在正要破天门阵了。说不定外门成了一thank you.
买到金融股，也唔满，这就，哎呀，就去背头了去，人都不值。我们就请我家祖母太太，祖太君祖氏，伊也是西家门下，一口齿声也不杀该死吧。青龙城需要我家母亲啥是军书，哎呀，我家母亲你的如中有印，哪能好去铺阵，我家叔叔天机不可泄露，来来都路可以当有人啊。
一见心里的青龙镇女龙不都了。好，叫他叫青龙镇苏江出来，一应就写着。你如果你本名是青龙镇苏江，铁头他就是的。好，去叫父老说的。
你打木西生刘明山的屁见没有捞得一个也没有了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已经打木西生皇帝圣旨一下，由我们乘胜追剿，记住属下一人塔样三山，我们到李将的李斌李将那里去。大家大呼天门神的一次老师介绍，谢谢大家。